为什么这些女性玩家这么兴奋？没有催婚的父母，没有狗血的日常，这里有的是漂亮衣服，每天一件不重样。这里有的是帅气的小哥哥和可爱的小姐姐，轻松收获独有的甜美爱情。这里有的是轻松养娃，不用畏惧生娃带来的容貌焦虑和痛苦，一键长大轻松培养，数不尽的可爱洋服。拜托，哪个女孩子会拒绝这